小欧，小欧，你真的太作死了！你天哪，你这个，你现在原来你是一个大美女，你现在是个喜剧人，啊，你天天我老觉得你在逗我，是不是在逗我？嗯，但是你还是挺有魅力的，你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球球呢？球球呢？球球，跟你媳妇儿待会儿呗。你天天只知道玩球，球迷，是不是？你看你媳妇儿多乖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们真的是靠性格取胜啊。呀，这是卡住，他想进去，对，人生卡住了。他也不知道拐弯，他也不知道往回退，他也不往回退，他也不知道被什么卡住了。什么东西卡了我？往回退一步不就海阔天空了吗？哎呀，就在这里低着头，臭吧，东西卡住了我。我们家这两只狗子都有点问题，一个是只这儿玩球，一个啥都不玩。啊，两个极端。